歡迎啦，葉子俊咧加盟太陽飛馬，將會咧就係做38號嘅球衣嘅，同阿子俊傾下偈啦。子俊啊，加盟嘅心情係點樣啊？心情好開心，因為能夠去到有機會爭標嘅球隊啦，即係冇話聯賽杯賽都好，有機會爭標嘅球隊我已經好開心啦。嚟到呢度咧，同埋呢度啲訓練應該方法都好現代化，我諗應該對我體能啊或者技術應該都一定有幫助。係，咁啊新嘅一年啦，亦都加盟一支新嘅球隊啦，咁有啲乜嘢目標啊？目標下半季追上去榜首啦，起碼一定要，因為其實爭少少分嘅啫，同榜首。咁贏到冠軍梗係好啦，我未試過啊嘛。好，我哋咧一齊為阿子俊加油喎！